Hello, 各位朋友，我们是尬职乐团。族无以伟所组成的 Guts 乐团，目前有五名成员，多以原住民为主。主唱无以伟是泰雅族歌手吴亦凡的弟弟，因为热爱唱歌，就集邀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组成乐团，来完成对于音乐的梦想。预计在14日和其他乐团合作发行创作合集。谈到团名为什么叫 Guts， 无非就是要展现对于音乐的绝对负责。因为我们以前有写了很多歌，可是有太久的时间都没有去做这个歌，所以都很多都忘记。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对我们自己的音乐要有担当，要负责任，所以我们才去 Guts 乐团。主要是流行摇滚啊，对，然后还会有一点蓝调一点手法，然后有一些歌会比较硬式一点。对于创作专辑中的歌曲，吉他手志军也以帅气的口吻说明写歌的想法。有点愤怒，然后就说当初你抛弃我，然后为什么现在又要回来找我？我等你要过我自己要的生活，然后你又这样又要回来找我，那就是。不如就这样。外界都称 Guts 乐团为型男乐团，现在团员成一排排坐在眼前，还真的是不同类型的型男帅哥。主唱吴亦伟也说，会有机会发专辑是有一次参加创作比赛，从100多组创作中脱颖而出。对于未来也非常想回部落唱歌给大家听。对未来会不会想要回馈部落呢？当然希望啊，就希望部落可以找我们去表演。我们是 Guts 乐团，哪一个部落都可以啦，远一点的也没有关系。我们最重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音乐给大家听。记者浪宇赛，新北市三重采访报道。